已经凌晨两点，你没看错，信义区还有着长长人龙。Energy 团员亲自走下台关心粉丝，因为签唱会盛况远远超乎预期，终于。现在几点了？你还不回家？历经十个小时马拉松式签名大功告成，但还有好多歌迷死守现场，不少人关心到底有没有吃饭。受到你们的也是下一代的支持，其实真的特别开心。下次如果还有这种机会，尽量不要把小朋友带来，因为太晚了。当天有很多都是已当爸妈的粉丝，也因为活动一路进行到深夜，团员家属们在找人啦。或许是真的太想丈夫昆达，柯佳嬿在签唱进行到一半就现身留言区问签完了吗？舒伟的妻子谢金颖也特别赶到现场要签名。好笑的是，丈夫一时间没认出自己。新一区这天一二三楼场面令人难忘，时间穿梭回二十多年前 ，Energy 也这么夯吗 ？Energy 一出场，歌迷心情嗨到最高点。在西门町签唱，同样把街头挤到水泄不通。尽管撞场，吴宗宪也丝毫不逊色。2002年首张专辑就卖破10万张，隔半年再发的《无懈可击》更创下22万张销量，胜过五月天当年成绩。如今旋风式的回归，证明资深歌迷多年后依旧没有走散。记者讯徐嘉瑞、张俊涛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